大哥，那呢邱垂真邱委员，哦，掌声欢迎他。委员，你哪会坐在这个所在？我来这看超级夜总会啊。为了呢节目来，但是你个人嘛是一个非常有才华，过去呢麦克演艺圈呢，就在歌唱界里面，你嘛有真侪些代表性的作品，以及你曾经呢有出过真侪些这专辑。我伫美丽岛厝间做唱一条《望春风》，是啊了判五年坐四年半的监啦，吼、哦，出来了我就去拿一个丽达去全台湾唱歌，搁去美国超过30首。唱黄昏的故乡，将真侪台湾歌募25万的美金，转来予这个以前的这个党外做基金。是，听人讲你的查某囝是厝内底一个你上思念的囡仔，当当时有一个什么款的故事，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我伫从事政治做10几年立法委员的中间，是一心奉献了台湾，所以讲无法多好照顾我的。我有两个查某囝，一个后生，那么我的大查某囝。在读到美国纽约艺术大学的这个动画系，因为伊的因的班有67个啊，伊的这个压力足大，伊的上进心足强啊，是，所以讲伊感觉有压力，压力伤强，了才得忧郁症。是，不幸大3年前啊，伊读已经要毕业啊吼，要摕到硕士的时阵啊，伊因为忧郁症，伊做的作品。要求太高了，啊，全然一个才错过迄个毕业的时间。是，啊，等下我讲啊，无你就转来台湾啦吼，啊，无想讲转来台湾，伊就找头路讲找无好势，因为讲实在，读动画系在美国是足好的，是，哦，伊是足先进的者，但是在台湾无法度吼，我甲讲勿紧，你会使过 MB 吼，啊，过半年后去读，但是伊家己感觉讲伊有自责心啦，因为我做。10几年留意无趁钱啊，佮第一银行借，我有两个查某囝，拢讲一个借400万互伊读册，伊感觉亏欠，所以伊就一直自责啦。啊嘛无想到讲一个月了，有一天我要出去，啊我无想讲伊甲我讲爸爸我足忝的吼，我要困，我带你来，迄人我感觉讲伊安尼无啥好，但是我有捌真济医生啊，无想讲还袂带伊去看，是，啊伊就。迄天，伊就甲我讲：“爸爸，我真忝。”结果我下晡一点出来啊，甲下晡3点外4点转来，已经用迄个电线把个阿妈棍甲家己吊死去，吼、哦，就是上吊自杀啦。当我看到伊个尸体时，我甲伊抱落来，吼、哦，我当初心肝脆掉去，因为世间搁较艰苦个代志啊。我曾经坐过牢，向刑求。这个是判五年去关，去用刑求，去用拍。但是迄个疼拢无比家己死一个查某囝伫面头前，是你家己心肝来相爱，搁较疼。迄个疼是无法度讲起的，所以我迄当有做一条心肝囝来纪念伊，迄是用哭的来做。我想音乐是一种反映心肝来心声，是伊家心肝来痛苦写做音符啊，甲唱出来。今仔日咱伫台顶用演奏的方式。我来跟委员合作一下《黄昏的故乡》。
委员，这个无歌词的黄昏的故乡，在伊的哈莫尼卡的旋律当中，对着伊过去所有奉献，对这块土地一个信念。当然过去真侪遗憾，无时间让我陪厝内人，伊失去了伊的查某囝，大家珍惜当下一切。咱节目的主持人碰过以及苗可丽，也希望讲用一首歌来回送给邱委员，我的宝贝。宝贝。